花，做花过情人节，伫个现代社会，这是做正常个代志。两个人熟悉约会到交往，情投意合，走入去婚姻内底，这是你我拢已经习惯个恋爱方式。啊，毋过伫个百年前个台湾社会，无情人节，连要约会拢有困难。到底当初时，人是变怎谈恋爱嘞？这回等于到百年前个台湾社会，看一下清楚。在日本时期之前，传统汉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不是为着家己的意志，是为着延续家族的香火。所以较早常常拢嘛是，还未结婚之前吼，其实无熟悉呢，干那看相片尔。结婚了，较做伙斗阵安尼。所以往往因是拢结婚了吼，较开始像咧谈恋爱安尼啦。就是讲，就唔知伊个性格有合无，唔知伊个趣味有合无，安尼哦，较迄阵的时候，较开始咧适应。伫个当初时个婚姻，有袂少拢是为着经济上的交换，或者是利益的需求。做这样阿婆，伫个结婚之前，其实互相根本无了解。伫古早迄个时代呢，因可能就爱迄、那个爱媒人婆啊，安尼来讲安尼，所以人讲较早讲啊，你就爱较乖吼，留一点仔互探听，就是留互媒人婆安探听啦。自由恋爱兴起，时间爱纠当起日本时代1919年，当初是台湾上大的官方媒体《台湾日日新报》第一届出现自由恋爱这个名词。在当初时，因为有现代化的教育制度，甲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新观念，自由这个名词渐渐让台湾的少年人来熟悉。那时候的女性，她开始受教育了，所以她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呢，他也开始因为社会不一样，我们有一些新的职业，包括说因为商业繁荣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女生她可能必须要去做，就是她可以踏出家庭，踏入职场，那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是他们在职场有可以更多的就接触嘛，所以才会促成了有自由恋爱这样子的整体风气。快点，快点，快快快！少年人受到教育的人数增加，在1920年代前后，渐渐出现新女性这个名词，意思是讲受到西方文化教育，或者是日本新式教育的潮流女性。她会戴帽子，表示呢她头发已经可以剪短，她可以做造型了。然后呢，这个洋装它的剪裁，它是露手臂、露腿的。对，那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大家也看到，其实新女性她们已经提倡天然族，就是不要再缠足了，因为其实缠足是会残害我们脚的脚型的嘛。所以呢，那时候就提倡放足天然族，然后穿的呢也是从西方流行的高跟鞋这样子。所以对，在1920年代，也就是我们在讲自由恋爱风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传入台湾社会的时候，其实新女性的出现，我们从服装上面就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的地方。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自由恋爱展览，一入去就当看到一个短头发、穿西服、脚踏宽带的，还佮有化妆的水水的查某囡仔。展览区佮有分过来无同款风格约会路线，用佚佗的方式带大家来熟悉当初时大稻埕、宜山饭店、新店溪这少年人爱去的所在。比方说这个永乐座，永乐座呢，其实现在已经拆掉了，但是呢，它其实是那时候相当知名的一个戏院这样子。那永乐座除了上演很多的传统的戏曲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新剧，它第一次的演出也是在永乐座演的。然后呢，如果是第一次上演的电影啊，那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流行歌，就是电影配乐，就是当时的流行歌。然后呢，也就是在那永乐座这个地方呢，第一次被听见这样子。想要浪滚做红狮，
1930年代，这条传唱百年的《望春风》是李林秋先生来写词的。写的就是刚开始要恋爱的查甫囡仔，偷偷啊唔望到喜欢的查甫囡仔的故事。青春花冻开，恋爱自由，吼，男女爱平等，这上要紧。望春风要表达是啥物？这个问题。啊，你讲平等呢？所以啊，伊用西方伊这唔就是用查某去追求查甫，一个查甫追求查某。王春风写是查某去追求查某，这个心境。当时传统的婚姻文化，结婚嘛是爱家长来决定。就算讲有愈来愈侪知识分子想要自由恋爱，伫个当时嘛是甲传统文化有足大诶无共款，嘛因为安尼产生不少诶冲突。提倡自由恋爱诶人，并无甲世间诶青年男女去贪淫、去做骗子、去爱慕虚华、去上当一直追求。当时有一挂少年人用大动作对抗顶一代父母之命的婚姻，上界引起争议的是1926年2月彰化恋爱事件。当初是彰化街长三后生游英奇甲台中雾峰林家的子孙林树乾，甲五位女性小撮走要来去厦门。这事件引起传统社会对自由恋爱的注意。甚至将自由恋爱批评作自由恋爱，也不过这个恋是乱七八糟的恋。伫个当初时，社会对自由恋爱是无法度接受的。啊，当迄查某囡仔话是有含人有分配，含人订婚的。啊，所以厝里人发觉不得了哦，就是要告这个查甫的，啊，就开始啊，开始就讲攻击讲啊，你看你个查某囡仔，你开始受性侵教育。有这个新鲜的思想，你看你就开始堕落，因为 自由恋爱这个东西，通常其实矛头一个开始都是对着女孩子，因为以前父母把你管理把你保护了很好，他就觉得啊，这样子你是安全的，你是顺格的。不过跟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就开始你堕落，啊，不然就是你应该捌听过嘛，自由恋爱变自由恋爱哦。渐渐开始，大家未介意这个父母家己指定的婚书吼。啊，不过实际来讲，日本时代大部分家境较好的，也是讲一般人，其实媒妁之言嘛是大多数啦吼。那按讲的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就是讲这个趋势一开始是少少人。啊，毋过慢慢啊变成按怎是足惯性的一种结婚的方式，哈，啊，就是个自由恋爱这个代志吼。除了彰化恋爱事件以外，未少有名的人作家伫咧当初时嘛有过真轰动的恋爱故事。上出名的就是迄个钟丽和，钟丽和伊是钟家，啊，钟家其实嘛是算一个。家族啦，啊，伊嘛是算作早去开工业所在，所以伊嘛是少爷。但是呢，伊去介意着因家的一个长工，同款人姓钟，这拢是对因的家族的挑战。钟丽和是大地主的后生，伫个1932年对着伊老爸伫高雄美浓开农场，家世袂歹的伊，煞爱着隔壁村来做工的钟大妹。那身份地位差真多，加上两个人共姓，而且是一大母大子的婚姻，这几点加起来拢让钟家大大小小非常的反对。啊，伊为着要争取这种婚姻的自由，伊就甲伊小撮走，咱即马讲叫做私奔，哎，小撮走，你走去倒个呢？迄阵就是走去东北啦，因为迄阵有满洲国啊，啊，伊就走去东，哎，满洲国嘛是足侪拢讲日文的。爱就走去遐啦，爱就开始伊个新的生活，这是真特别的过程。所以你来发现讲，差不多伫1990年来了后，到1930年来迄个时代的人吼，因差不多拢是咧，因写的小说拢差不多拢是咧思考人呢是毋是爱经过这种自由恋爱结婚。为着经济独立。钟丽和对日本搬去满洲国，伫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
到1940的时阵，正式决定要放弃工业，带着中台妹对高雄坐船对满洲国去。在遐生因的大汉后生张铁明，后来伊带着几家伙仔搬去北京卖土炭，工作的时阵嘛继续在写册。将伊伫中国生活的人生经验写作《原乡人》这本小说，钟理和其中一本小说册名叫做《共生之婚》，写伊甲太太恋爱的辛苦。其中一篇有写到，伫报户口的时阵，甲公所报到太太的名，客家人员带一个问讲哪会共生，种种因为传统文化受到阻碍的感情故事甲婚姻，伫东村市社会常常出现。你爸爸已经替你定了亲了。啊，替我定了亲了？办喜事的日子都挑好了，女的就是你说的又贤惠又漂亮的张家小姐。这怎么可以呢？我连人都不认识，怎么能跟她结婚呢？这有什么关系呢？等结了婚就认识了，我没有嫁给你爸爸以前大家也是不认识的呀。现在的婚姻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讲自由恋爱。在《自由恋爱》这部电影里面，男主角拒绝父母之命，演出当初时时代的故事。妈，不是自己恋爱，是自由恋爱。啊？自由乱爱？我就是怕你乱爱乱来，所以你小学毕了业以后，我就把你送到女子教会学校去念书。你连个男同学都没有，现在你想跟谁自由恋爱啊？想要自由恋爱，爱经过父母礼教才会重重难关。这部电影在播讲2030年代少年人想要恋爱的苦。在当时要结婚，聘金阁有公定介绍。台湾《日日新报》1923年有一篇报道讲，台北有一个女性聘金是6000元，对照当时的物价是相当的贵。当时接受无同教育的女毕业生，聘金的工定价差真多。像龙应宗的迄条小说哦，咱的科系的就重要的哦，这个作家来底，伊的作品来底定定拢会写到，就是讲，这大部囡仔为着哦要去赚这个聘金，啊来伊的生活结婚了，较会当幸福，因为伊有经济压力，啊可能赚的钱都爱省钱。因为去借钱来娶某，像这款的嘛是常常会发生像这款的代志。聘金文化受到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反对，认为讲聘金等于身价，这是必须要解读的旧观念。日本时代除了聘金，还佫有娶新妇啊、卖身契这的状况，伫咧日本政府调查的台湾惯习技术当中都有记录。佫有一种风俗是讲，因为查某的生出来不了后，无偌久就会嫁翁嘛，吼，可能14、15岁就嫁翁啊，所以话感觉讲，恁我个唔免了这个米啦，吼，所以迄唔是讲做善家才会给家囡仔给人要哦，伊若是迄个家境袂歹，伊嘛会讲我这个查某囝咧，我给伊去什么人的所在做童养媳，吼，新妇啊，啊我搁分一个新妇啊来，啊这个。这个同样是这新妇啊，拜托，就是要跟我这个厝里的个查甫来结婚了嘞。自由恋爱无代表王子甲公主从此以后就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骗婚、悔婚，在外口有第三者嘛是拢会出现。台湾第一个女医生蔡信主动申请离婚，代表当时女性开始有停止婚姻、提出离婚权的自我意识。社会的改变也让女性的意识开始提升。我们台湾的话哦，40年代其实那个总督府他非常的注重女性哦，就是说他觉得要把女性的这一块教育他要掌握在手里，因为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的话，他们在地方一定有一定的发言权跟左右的这个主导力，所以呢女性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哎，你在家里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在地方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开始注重女性的这个角色，其实在战前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了。但恋爱对现代人来讲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是经过百多年的社会变化，才有今天的婚姻自主、两性关系开放的自由恋爱。
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每礼拜五暗时九点到十点，公司台语台台湾艺术部记录台湾事，做会变未来。